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威德佛学院的学员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呢就是要演一出很短的迷你剧，然后呢是关于通天之书里面其中一篇是朱冠，记得很精彩，很精彩啊，不要错过。哎呀，有一天我在定中啊，跟着仙猴，仙猴你在哪里？飞过佛陀山的时候，哎，看到前面有人跟我架着莲花，哎，我是卢胜业，你是谁？我是卢胜业，我才是卢胜业。那你是谁？我是莲花童子，我才是莲花童子。那你是谁？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可能？你做莲花童子所谓哎。文集，对，200多本，一定有一本适
越看越有味道，对不对啊？对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所以啊，大家呢能够多看书，而且多看有益的书，是对你们大家有利益的。啊，好，他看书啊，看书。好，我们就在这边，谢谢大家。二十多号。